金鱼队投手陈伟英在主场迎战光芒，顺利的拿下本季的第二胜。比赛之后呢，他面对媒体谈到这场比赛和前面两场的差异，他认为队友的守备很好是他拿下胜投的主要原因。今天守备大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就是帮助我，就是能够，就是今天的比赛投成这样子是，就是野手这边帮助我很大。我觉得可能是球威吧，球威可能差异蛮大的，因为前面几场其实直球被抓，只要是被抓到，就是很明显就是安打这样子。可是今天就算是被抓到了，但就是还是有办法让他们打滚地球这样子。那虽然说被打得很扎实，但是野手这边也帮，就是有办法去。因为我上一场有讲过，就是我们球队是。算是就是大联盟里面算是很我们的守备是很好的，所以就是相对过来这样子，我觉得交给守备不是太大问题。